Marvel Studio 第四阶段的新作《上戏》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早前暂停了一切的拍摄和制作。不过今朝早《上戏》有好消息和大家分享啦。话说21号凌晨，根据外媒爆出，陈法拉将会加盟《上戏》。Marvel 仲安排咗一个极为重要嘅角色俾佢，加上有人捕捉到陈法拉近日喺社交平台上面追踪咗上戏嘅男主角同埋导演，令到人哋更加相信佢哋近排的而且确系有接触过。打开香港01 app， 即刻揿下边01 TV 粒掣，再揿上边娱乐街，所有娱乐话题涌晒出嚟啊！最热最爆，八进娱乐圈所有消息，日日有片睇啊！